九代晚安。讯号有点不好，等我一下哦。哎，还是是不是不能改？算了。玉人晚安。哎，小慧，今天不用直播吗？今天穿得很有气质，谢谢玉人。哎，我好像生日的时候直播也穿这个，有不好吗？我看很帅呢。哦，那就好。I want you。杨雄晚安啊，小慧，谢谢送我一元棒，我下次会送你。哎，后面有看到什么东西吗？箱子，我忘记开播前那个看那个后面。有吗？没有哈。晚安，没关系，没有没有没有。我要送你，小薰晚安。看不到哈，那就好。哦，陈丹森晚安。如果可以去丢红包，我没，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给。好像不行，头发有变直吗？有，超多，我现在用烫把它就是自然一点。又开，啊，对了，今天我买到六月 Daisy Mini Con 的票。恭喜，期待见到你。变成新鲜柠檬晚安，七人是七人晚安。Adapson晚安，头发变得很少，对，我有烫，然后还要做护发，五百要存很久，对呀、啊。可卡丘晚安，桃花哥晚安，碰奖很惨哦。头发变滑顺，没错。可以看卢卡了，撒花撒花。嘉果晚安，卡丘晚安，九点多再回来，好啊。玩家很吵哦，头发对，应该说我变到就是十二月，刚好就是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的头发。发型你要得了，谢谢，ありがとう。钢铁韩粉晚安。我把碰奖进来，等一下啊，碰奖，快点，谢谢。那为什么会变橘？我刚刚用离子角这样。可是真的不一样，我平常会乱卷，可是这烫发后就顺的，就是他帮我剪下面，下面量少一点，所以会变这样。ちょっと大人っぽい，ありがとう。正直播，ponちゃん一直说妈妈妈妈，喵喵喵，ponちゃん也想烫头，ponちゃん不用啦，ponちゃん毛那么少。鸡鸡又坏掉了、嗯、先不要管它。哎，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其实心情没有很好，应该说超级有一点不开心，因为呢我没有吃晚餐。啊，凤姐好吵，怎么了？可以跟我们说，嗯，就跟我妈吵架。
我跟我妈吵架，然后她没有帮我做饭。如果是小孩子，碰姐叫你去吃，把碰姐吃掉，然后碰姐又在旁边吵，那晚餐怎么办？所以我关播才可以出去买吃饭。肚子给我，我帮你叫外送。太棒了，富潘达，巧克力吃起来，对，所以我身边现在有那个甜点，因为说糖很多糖类，所以我等一下直播的时候可能一直吃一直吃。一喵推晚安，不是一喵，奶冻卷杀手晚安，阿华晚安，阿德桑晚安。昨天的巧克力不吃吗？要吃啊，就是这个，耶！其实妈妈是想帮你减肥，才没有嘞。依然谢谢送我玫瑰，谢谢你。所以我现在听这个 AKB 的钢琴的曲子，让我心情变好一点。要和好，很难嘞，我觉得都是他的问题。那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播短一点没关系，不要饿着比较重要。可是我自己故意改时间的话，我就违反工作的什么，我又要加，我之后要加开呀，比较麻烦一点。云姬晚安，妈妈有在看直播，我们可以求妈妈帮你准备吗？妈妈不会看我直播，不会。家人吵架一个晚上就好了，不知道哎，不知道，会这样吗？下次补啊，下次补很麻烦，我还要挑时间，因为这礼拜我的那个课不是课，算是课表吗？行事表都满满的。真的很麻烦，我明天要去台北，然后办一些。我要办东西，叫碰姐帮你说，碰姐你好，你先让我，你让我前面哦，你不要让我生气，你不要让我生气，你可以快下播10分钟叫 乌什么什么就定了，Uber 吗？时间差不多，可以拿来吃。哎呀，我要。碰姐真的很吵，就是这时候用的罐头语。碰姐真的很吵，碰姐要跟你吵架，没有，我才不会跟她吵架。碰姐今天真的超级吵，对呀、啊，我不知道妈妈在干嘛。碰姐こんばんは，なんで口喧嘩大丈夫？心情是不好的啦。跟碰姐吵架，心情会好点。碰姐也没吃晚餐，碰姐有吃晚餐。碰姐不知道瑞卡没吃饭。对呀、啊，可恶，真的好不开心哦。等等，闻到料理的味道就是妈妈。就没有，她现在应该在睡觉，或是在看影片。小易呀吼！妈妈应该也正在后悔跟宝贝女儿吵，才不会呢！我知道她的个性，她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什么是吵架？哦，我帮她翻译的时候，她就是毛很多。讲这样好奇怪哦。你昨天有剩下的新贵派吗？先吃一点，好啊。等一下哦。妈咪是女强人吗？她个性哦。算是女强人吗？我忘了开灯。刘江来包围我，妈妈毛很多，好道地的讲法。他讲话不，而且他讲话不会讲重点，就是他叫我翻译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他不想讲的事情全部都让我讲，然后。就是讲了一堆废话，然后我叫他，就是如果想让我翻译，应该要用比较
清楚的，就是讲重点就好，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不然我讲中文，对方也听不懂。明天晚安，家务事之类的。现在连忙很多变成赖的贴图，传很多不重要的话。对呀、啊，不过卢卡家里也没有泡面之类的嘛，怕十点多出去买也危险。没关系，我家附近有便利商店，就是 Seven Eleven 跟全家。碰甲声，碰甲在后面。卢卡生气中，碰甲快逃！你可以自动修改，他会发现吗？修改。甲骨文谢谢上我来签到。Jack 晚安，你可以自动过滤。可是没有，我觉得我也可以自动过滤，可是我。哦，他还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让我很不开心。而且他问的是想，就是想了一点点就可以知道的东西，不用问也可以知道的东西。你可以把凤姐叫去外面采吗？挑你觉得不是废话的饭就好了。希望能三场都中，想看卢卡。希望你可以。超重，大概懂感觉对不对？而且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陪他看病也是这样，我真的很累。他就是不重要的事情都要叫我讲，然后医生听到都有点傻眼，然后医生也不是。医生讲话也不是跟我妈讲，是跟我讲。然后他说，连我知道，就是不用问也知道的东西，我妈叫我问，然后我问了，然后医生告诉我，我就是不用问就知道的答案。然后我还想到就生气了。耶、yeah, ，谢谢上我 love。凤姐不是对这房间有那个。伟如晚安，我跟我爸妈吵架经常会这样。你懂我就好。如果还是吃点巧克力，会的。妈妈有她的想法吧，可是她真的很让我不开心。妈妈听得懂中文，不懂的话省略不翻就好。她就是听得懂一点点而已。小事不要计划，好。你可以不用说这么仔细，好像也是，算也是。不然怎么？而且我不爽的是他的态度，就不是叫我翻译的，那个讲法不是叫我翻译的态度，真的不开心。有时候要退一步，毕竟老人更年期，好像也是。那有时候不开心。我妈为什么不会用头脑想一想？这样很像，很像阿妈。先彼此冷静一下，真的。好啦，我妈妈个性很硬，跟她吵架没赢过，换奖被动，残废的习惯很难改变，好像也是。我要冷静一下。凤姐真的有点吵。对啊，好像我之前呢，就是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跟老人家就是讲话的机会比较多。对，长辈都通常都觉得自己是对，我妈也是，所以都不说。就是他们有时候说，就是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帮。老人家做筛检，就是，我不是护理师，所以就是帮他们看检查，不是我，是负责帮他们，就是帮忙而已。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些老人家就是，就是一直讲没有关系的事情。
该怎么讲？筛检等检查之类的，对对对对对，旁边的小助手没错。谢谢送我心之冠。啊，谢谢送我心的送。没有关系，是讲对对对对对，阿华说的对。啊，谢谢送我新歌送。有时候就是我们都很忙嘛，人很多，然后就是听他们就是没有关系的事情，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很辛苦。就感觉有爱心一定可以体验吗？但那不是工作吗？对，我那时候是实习生。安佳，那你去外面吧，妹妹。我等工作就这样。对，有时候只是要找人聊聊天，听听就好。所以我那时候。就习惯，这样。可是我妈的话，我不希望我家人会这样，该怎么讲？懂吗？等等，去买一些冬瓜茶跟青草茶，降一下火气。没错，不然我嘴巴又会破洞。凤姐要去找妈妈，看要不要给妈妈一瓶。老人家们很爱分享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家人很难改。对啊，就是别人对我这样，我是觉得没关系。可是我不信我家人会变成这样。对对对，等等要破一个洞，妈妈就无法了。不要再讲他了。我有冷静一点呢、啊，跟你们分享就会冷静，因为我通常跟他吵架，我不会跟别人说，因为感觉这种事情跟朋友讲也好像有点怪怪，然后就只能就是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然后不讲话，等消气而已。阿姨们有介绍日子给你吗？他们这样。哦，好像我忘记了。对，我有一个儿子啊，然后他现在读哪里？现在怎样怎样？没有介绍，可是对他们很喜欢，就是介绍自己的孙子跟孩子，多厉害！不会怪啦，我很乐意听卢卡讲，谢谢。没事没事。不然唱歌方，只能这样。晚安，跟朋友讲还好。我想，因为想说对朋友来说，这个可能就是很小事，忘记了大概就是有三清。只要自己有地方错，我就会主动道歉，自己不对的地方。三清吗？偶尔可以稍微发脾气，发挥吗？这个字我不会念。一下，这样才不会闷在心底。闷久了对自己不太好，我也这么觉得。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喝，都是吃甜的东西。来了，有没有说介绍人士给你认识之类的？我没有印象呢。就算有，我应该都跟他说，我不用，我不用，我有男朋友之类的。虽然不一定是你的错，就当做一种修行吧。对呀、啊，不要闷在心里。幸亏派先生上班喽。对，这些话可以来这边讲。可是，对啊，我要给你们快乐，不能一直跟你们就是分享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讲到这边吧。对，妈妈的老休息。我们都是垃圾桶，不行不行，我要当你们的垃圾桶才对，对不对？听完就丢掉了，我们让你分享。
对，踢完就丢掉，呸，呸，我要喝养乐多。没有这么可爱的垃圾桶，有啦有啦，没关系，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你们，我可以帮你假装男朋友哦，直接，好啊好啊，这样我就太多男朋友了，我就是 happy happy 垃圾桶，那是厨余桶。不对，我现在不是粉丝的垃圾桶。啊，却都说的对。男朋友太贵了，我可以当弟弟。大丈夫男朋友想必得个是，一定换一个男朋友。今天可以是你，今天可以是你，今天可以是你。厨余桶是黄咪说，没有没有，那我当甜甜圈好了。甜甜圈不错，可以跟他们说，不用不用介绍给我男生，我有很多甜甜圈。他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零零二晚安，如果是我要 key 女人，一天换一个男生。好喝。我妈起床了，她在发脾气。因为我听到我妈在生气的声音。那我还是回去当奶冻卷。当奶冻卷干嘛啦？请问碰奖有在排男朋友吗？碰奖哦。碰奖是母，碰奖是公的，他现在比较需要女朋友吗？瑞凯有把养乐多冰冻来吃过吗？养乐多的话好像没有耶。吵架睡觉刚起床，对，应该是对。吵完架然后他睡觉，他也可能累了。刘秀晚安，你好处是妈妈听不懂。街坊邻居的抱怨，碰奖不是公的吗？对，碰奖是公的。草莓酱晚安。碰奖心里只有琪琪，多元化社会。碰奖有去结扎吗？有啊，他半年前就有把他 cut。半年前吗？还是一年前？妈妈心情不好，碰奖在那边喵喵叫，妈妈会不会生气？应该会哦。就是跟刚刚啊，他现在在打东西，我妈妈，他在发脾气，把他 cut， 对 ，cut， 我还有，医生还给我们看，就是 cut 后的那个东西，很可怕，看了就会痛，搞不好凤姐喜欢公的。没有，有吧？医生养没有碰奖怪闪远一点。碰奖保证没有，他妈妈不会打碰奖，妈妈顶多会什么攻击他自己的棉被啊、沙发啊之类的袋子吗？对，粉就是粉粉的。就是我感觉在看内战吧，听起来很恐怖哈。有些主人会把有那个没有医生帮我们丢掉的。妈妈有搭这个兔兔玩偶吗？没有没有，妈妈不是妮妮，不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妮妮，该不会跟妮妮一样有很多兔子可以的？我不知道，妮妮的妈妈。蜡笔小新里面的妮妮，妮妮的妈妈的兔子比较大只，对不对？哦，她还这样，然后光景，保留那个要干嘛？对呀、啊，保留那个好像有点怪怪的，说不定啊，以前哆啦 A 梦也喜欢公猫狗，是吗？忘记了，好险碰巧听不懂，不然他一定哭出来。还是超大的熊熊玩偶。医生还想说要给你们当纪念的时候，对，应该是。
晚上好。有人怕猫狗之冲松鼠，还有一只哦，原来妮妮的妈妈不叫琪琪哦，不是那个妮妮。可是他现在的，他现在还是看起来里面有东西，可是其实是空空的。对，医生可能剪帮他剪得很好吧。妮妮会把泥巴虾当兔子的哦，真的哦。碰奖好惨哦，谁碰奖吗？啊，我说碰，对对，嗯，对，碰奖就是结扎的时候。有东西的任务，对对对对，干脆再一次碰奖变女生。对，我看其他猫咪结扎之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碰奖的话，碰奖的话看起来有，我和留言有点可怕，刚来的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结扎话题主播讲起来怪害羞，我没有直接讲哦，我说碰奖 cut 那里。对啊，又不是人嘛。但猫咪不会帮它，不然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会一直叫啊，一直发情啊，这样。碰奖有怎样吗？会比较害羞？好像没。正在讲 cut 的话题。不是人啦，碰奖有，好像有安静一点。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吵，就是以前超级吵变成，该怎么讲？以前超级超级吵变成超级吵。碰奖现在在外面汪喵喵喵。后来碰奖的声音变高，碰奖的声音好像没有变高，他还是最就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捡到的时候的碰奖的声音最高，然后越来越变低。只是 cut 之后好像没有变低。猫咪刚做完手势是不是会无精打采？好像 没什么精神的样子。对对对，一开始看起来真的很痛，就是医生不是缝，是好像用那个黏，很像黏胶的东西帮它黏。对，现在医疗很发达嘛。碰奖不是人，猫咪一胎都很多，一定要看。对啊，不然碰奖万一出去外面，然后大家不小心坐下来就，对啊，这样野猫就越来越变毒。碰奖是不是被妈妈洗到叫得好惨？现在只要安静一点，以前太吵。对，以前就是会跑来跑去，虽然现在也会，可是以前比较会。对对，不小心三代头的。啊，对对对，组织浇水。雷碰奖会出去吗？不是，可是，他有时候不小心会出去外面。可是我们看到就把他抱回来。不相信你这有很多孙子。碰奖会出去玩？不会，现在不会。三代同堂，有些人就嫌太吵，就把猫抓去动手术。他会住几回？他会自己回来吗？不会吧，无法想象之前碰奖更吵了。原来碰奖是花花公子。碰奖以前也是野猫，所以这附近他应该熟吧。碰奖唔当，他现在 cut 之后就 OK 了。夕阳的钢琴版蛮好听，说不定环游世界过，不知道。等等，不是这样说吧？每条街都有碰奖的女朋友。没有，可是
我现在我家附近还是可以，还是看得到很多跟碰奖很像的猫咪。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碰奖的亲戚。主人不能这样。好不好？我是小孩，不是，我是小孩子。碰奖好宅，没有没有，猫咪都这样吧，英雄动物嘛。砸碰奖，哎哎哎，没有没有，碰奖现在是乖的，他只会欺负吉那个吉吉，什么砸吗？砸猫狗。攻击鹿港，对，没错，他会攻击我。我现在想想，我们现在养的是公猫，以前养的是母，就是女生的。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就是发情期之前就帮他，动手术。女生母猫也叫结扎吗？好像不叫。谢谢送我医用口罩。可是那时候的那个猫咪的伤口比较大，碰奖只有这样，伤口只有这样而已。可是母那就是我之前养的母猫，就是这里整个肚子都是伤口。啊，也叫结扎哦，那就好，嗯。公母都是结扎，好，那就好。可是以前养的那只，好像克制之，就是结扎之后，好像也没有变什么。对对，切的东西不一样而已。罗莉一下晚安。那时候的医生也有给你们看克制的东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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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母猫的。母猫的可以看什么？我不知道哎、欸。啊，对，女生的那时候，她我一到家，不是我一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已经全部都结束了状态，嗯，所以她可能丢掉了吧。女生就会过血吗？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比较难看。好吃。如果有好好休息吗？不要累过头。好，谢谢你。我今天没有练舞。啊，对，话说我今天烫头发、剪头发、剪头发、复发。我从10点半，10点半到3点，很久、哦。什么是鼓什么？一人那个是什么意思？剪完头发很什么？卢卡等等还是要买一下吃的，只是这样不太好。当然会吃。卢卡还没吃饭呢，有点意外，没错，就跟家人吵架。虽然6月可以看了，还是很想更早看到卢卡。不是到那么久吗？没有，今天比较特别。好，一晚安，是台语的可爱哦，真的哦，
叫怎么念啊？卢卡有习惯台湾的剪法吗？有啊，我，我剪头发都给台湾的美容师。没有，不一定。我有时候去我以前做的那个地方剪，那边有很多日本人，也有日本的设计师。可是最近比较懒得去那边，都去家里附近了。你可以去问阿潘可爱的台语怎么说。好啊，勾追吗？很难打出来，怎么念？现在播的这个是什么？AKB48 钢琴的 Medley， 就是一直重复播用钢琴弹的那个 AKB 的歌，这是 Baby Baby Baby。我还有这种的 ，Luca 会念水的台语吗？水水吗？还是水妖的水？是，等一下，是醉还是睡？如果可以出一个直笛版本的，好像可以耶。我找一下直笛。C 没有 C。卡丘，欢迎回来，吕桂文。第一个，然后念一声。水，第一个是哪一个？等一下，追吗？没有不厉害，好熟的歌就是 Baby Baby Baby， 头发好直，对，我今天去烫头发了，开心，然后还做护发，然后就是我在这那边等，10:30、11:30、12:30、1:30，我在那边坐了5个小时，好可怕哦，没有，4个半小时，11:30、12:30、1:30。对，4个半小时，我在那边等，因为我头摄影师是不是摄影师，设计师说我的头发量比较多，所以比较需要时间。新发型不错，谢谢。够醉。好黑，好漂亮，谢谢。真的还好吗？没有预约吗？有啊，我有先预约。不是，应该说烫头发不是要等，就是坐在那边一直要等吗？等他好。你竟然可以坐这么久，有陪过人剪头发，所以觉得还好。所以我不想有人陪我剪头发，因为我头发太多。上次我跟我妹一起去烫头发，我妹很快就结束，我的话我让她等2-3个小时吧，烫了那么久。对呀，我之前烫也是弄一个小很累，对不对？可是男生烫头发应该不用等那么久，要烫那么久吗？因为女生头发比较长嘛，无法想象都去百元剪发10分钟搞定。但如果我发质很好的话，我也想去100元剪发，然后剪完。可是不行，我的头发比较难搞。我可以陪呀，我在旁边滑手机。可是3-4个小时滑手机很累哦。不会啊，看女生剪头发蛮好的。真的吗？连这个 Skype 还行，大変ですね。我昨天也有，昨天也有。卢卡是头发变厚了才会卷吗？还是之前有刻意去卷它？一年半前我有
卷，我有染那个卷发，然后头发变长了，刻的那边，所以之前的头发就是这里是染过的，这边是烫过的，然后我本来就有自然卷，可是其实太久没有去美容院，真的会自然卷会爆炸。白人卷发便宜又省钱，对呀、啊。如果我发质跟阿丽一样那么好的话，我也不会去那么贵的。不小心按到。我也是很卷哦，辛苦了。我知道卷头发卷的人的苦恼。还好 Luca 没看到我的头发，要不然 Luca 应该会昏倒。为什么？因为很顺吗？现在跟公司的发型快同步了。对啊对啊，我把这边就已经那个公司发，我都是剪成小平头。哦，原来，哇，好好哦。如果我是男生，我也应该会剪小平头，因为觉得很麻烦。养乐多。这是 beginner 吗？等我一下哦。为什么没有那个音？有了。不要吹了，我都是剪成小平头啊。真的吗？没有，我刚刚看这个留言。话说你们都有去当兵吗？我想问一下，因为台湾当兵好像比较辛苦一点。等一下，我的椅子好吵哦，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椅子是变成嘎嘎嘎嘎嘎。普段のシンプルなルカちゃんを描いて、什么意思？什么 simple？ 有啊，碰奖好吵哦。碰奖好吵，碰奖现在没有叫吧？有叫吗？椅子还好吗？辛苦了，当初是当一年十个月的兵。一九，为什么是一年十个？好像以前比较长的五天，然后后来变成四个月，然后到有一个年纪是不是不用当兵？我想问一下，还是以前是一年，现在都变四个月，然后之后也是四个月。台湾的当兵制度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等我一下哦，我现在看不到你们的留言，然后我现在另外开那个。然后就看得到留言了，难怪我刚刚看的时候，就是留言一直没有出现，然后觉得好奇怪，然后想说你们是不是卡了？结果是我的手机的问题。那我看这边好了。哦，安安有来吗？小家这样可爱，谢谢。近视不用当哦，是超太超过就不用该怎么讲？太严重的近视就不用担心吗？安是不是又不见了？好像是这样。我们现在只有四个月而已，视变短。この差はよかな。ルカちゃんになれないから。看出生年份，当兵都四个月。ルカ想当兵吗？等一下，我看来真的
这个手机不行，因为呢，真的，我现在这边才看得到，就是这边早就有的留言，这边完全看不到。哎，美玲前辈晚安，当兵都四个月，卢卡有其实以前有点想当兵，你是不是想推过我的年纪？美玲来了。以前是一年十个月，现在是一年，现在是四个月，现在之后会变成，哦，这就是变自由是不是？是哪个年代开始变自由啊？我去年四月退伍，六月初接触 TP， 傅维晚安，佩森晚安，当久的人实在会觉得为何我不晚一点出生，好像是，欸，可是真的，就是对这种。如果没兴趣的人呢，我觉得时间有点太久。最早两年运气差，抽到某部队要三年，最后然后一年，最后又变成四个月，1100度就不用当。なんか今日のルカちゃん潰れてる。どういうこと？什么意思？两年是差400度，或是两年期。超过1000度，手机不行。今天好像怪怪的。对呀，有残障手册就不用当哦。这个我知道，达到这个条件就不用当。我只知道1500，所以不用当兵。如果去的话，变军装的超级偶像。如果讲可乐可以带莫当兵的脚，超讨厌。当兵完，以前当兵超级严，现在不严吗？なんか画面が変。欸，嘘。欸，美玲前辈说今天画面有点怪怪的。还是是因为我烫头发的关系。我看我自己的手机就还好。真的现在当兵真的轻松多。真的是蛮浪费时间，就带收金。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现在终于我的手机。这个手机追到我的这边，恭喜恭喜！可是很奇怪的是，还是没有。今天浪好像还是有点怪怪的，嗯。好吧，算了。还是要这样，有变吗？好像没什么变。谢谢送我撒野猫咪，应该是系统问题，无法想象当三年的根本地狱。对呀，韩国好像现在也是两年，感觉比较辛苦一点。卢卡手机用什么品牌？这是 HT， 不是，这个是 ASUS， 然后我现在。平常用的是 HTC， 都不是 Apple 什么的。手机二号可以休息了，是很轻松，但要被逼跟偶像分开几个月也是难过，好像也是。嗯，手机不能用对不对？不能看什么直播，没什么变，好吧？好吧，没什么变就没什么变。很支持台湾品牌，哎，对耶。我都用台湾品牌的手机，小家还是很累。韩国当兵好像更恐怖，前面后边字很重的样子。哦，那个一定啊！韩国好像跟日本一样，就是对前辈后辈的关，前辈跟后辈的关系很重要。欸，所以今天的我看起来很扁吗？会讲的啊，不认识，好像很多成员都用 Apple 的啊。可是我以前想说，嗯，感觉不用 Apple 手机也可以，不会很可爱。我手机也都跟你用一样，没有苹果，那感觉就习惯用安卓就不太想换。可是用 Apple 的时候，一直用 Apple 的，不想换安卓。泰国比较好玩，抽签决定不要不要等。哦，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你没有前面用的时候，你哦，真的、哦，跳的如果讲沙哑感，沙哑感的感觉，这样不好吗？太支持小江，谢谢。我是用 Apple， 但是都是家人用剩的哦。不一定 Apple 就很好用，不过速度很快。了解。本来就不高了，再比下去我 mini 框就看不到你。OPPO 我也想的啊，对，我有点想换 OPPO。听说前镜头画质比较好。啊，是我谢谢送我嗨，现在手机都是求看直播剩就好。Apple 只要是组合不错，系统算顺。原来，真合格。剩一片而已，まだ食べきれないね。对啊，剩一片。因为我今天没吃晚餐，所以吃的速度比较快。嗯哼，若干肉质巧克力，没错没错。哦。后镜头我推荐你拿 OPPO A4，很贵吗？还有巧克力。没事，你心情好一点就好。补充一点糖分就可以冷静一点。今天刚去完美。刚去完美容院，应该心情不错。除了跟家人吵架以外，都美好的。我现在用 OPPO 打游戏比 Apple 慢哦，真的哦。不会空机价6500，哦，那还不错诶。食べきれないのに妹に分かりですけど、すればいい。我妹现在不在家。心情有变好一点了，现在直播应该没问题，不开心就要一直吃，没错。又可以要叫大明乖乖读书，别打游戏了。哎呦，他考，我刚不是考完试了吗？也就放松一下嘛。等一下，卢卡想要吃什么？对，我在想，泡面吧。我朋友用 OPPO A4，不是 A5，不错用，放松一下 OK 的。志威晚安，对吗？Happy 了，我考完了。那我要继续播音乐。有喜欢的泡面吗？前阵子 Seven Eleven 有卖有一个泡面，很像印尼的，然后里面没有汤，很像炒面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叫什么。而且小江这次有16万是后镜头，哦，后镜头。其实蛮高的诶，可是我比较在意前镜头，感觉脸超好软，蛮软的。推荐金丰的卤肉饭加蛋，不要打广告。金丰是店名吗？1600万话术，打错。我知道，我知道，印尼炒泡面超好吃啊！你知道吗？真的很好吃，对不对？我最近就是最喜欢那个，最喜欢的就是日本的那个 cup noodle 吧。应该会比较喜欢喝冬瓜茶还是清炒茶？冬瓜茶比较喜欢。我喜欢日本的炒泡面，但是台湾有卖的款式很少。对，我也很喜欢，可是台湾卖的都好贵哦。那个会辣吗？可以选。里面有酱油跟辣椒，就是不想太辣的话，不要加辣椒就好。
你是用镜头会转哪只转的那只？谢谢送的真情告白。但是我现在直播的时候都用前镜头，而且那只有 6.5 寸，也不用那么大，可是我可以看一下。而且包装一包10块，诶，是吗？是那个吗？我忘记了。日清的豆皮那个好吃，不错。哦哦，我知道我知道，很好吃。我昨天才吃你那个泡面。真的吗？我好想吃哦，怎么办？没关系，还有一个小时，不是，还有半个小时，关播就去吃饭吧。日清的广告都很有趣。好像是哎。你心也什么 UFO？ 不会，小佳 6.5 对你刚好，真的吗？清一碗砖比较贵哦，原来是这样。那你煮泡面会自己加料吗？如果家里有食材的话，家里有材料的话，那个不是我婆杰伊代言的吗？嗯。谁呀？哪个杰伊？日清咖喱乌龙面也很不错，是哦，对呀、啊。大明还会做章鱼烧哦，真的哦，我好想吃哦。问同讯息，豆皮那个也不错，喜欢那个广告，和味道就是日清那个酸辣口味很好吃。嗯。我怎么有听过？不是，星野源跟吉岡里帆里帆吗？到底是哪个是对的？我愿意做了给卢卡几份都可以，太棒了！卢卡说想吃，对呀、啊，讲的我也好想吃泡面。你们今天晚餐都吃什么？859晚安，吉冈哦。章鱼烧是之前去餐厅可以自己做学的哦，原来 Google 一下还真的是先冷静一下。福利的广告、哦、Happy Lamp 如果要几份都可以，先贵。你是有改变成狐狸？这个好像有看过。抱着那个不会累吗？不会。心情不好的时候很想抱个东西，碰奖都不让我抱，所以我要抱这个。我要抱哈根达斯的爱心，那个广告有一整个系列的，很有趣。我吃了怎么吉刚没出来广告不死啊？卢卡吃过哈同吉，那是什么啊？我说不定有吃过，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时候心情不好就会喝个水，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好一点，好像是就是会冷静一下。AKB48 TTP， 卢卡有看过 Boss 咖啡的广告吗？我想一下哦 ，Boss 咖啡。ボス君が大好きさ那个吗？好像是我只有看过旧的。台湾的泡面有鸡肉块跟花童酒，真的哦。不知道我有没有吃过诶？有人有吃过吗？花莲捏饼好可爱。离周末迷你控剩下4天，卢卡紧张吗？当然很紧张啊，好紧张。
好紧张哦。对，明天应该会更紧张。有时候心中有委屈的时候，心胸闷闷的就会喝点水，就比较没事。好，谢谢送我新四块。我有吃过，但我觉得还好。真的吗？还是三太郎的 AU 广告啊？这个我知道，蛮好笑的。我也很紧张，但是抽不抽得到票？哎，所以还没公告吗？还是是明天？好像是明天公告哈。绿卡没问题，谢谢。哎，没有那个特效。绿卡没问题。我明天就很紧张，明天才公布。如果没抽到，礼拜三要看我们粉丝，粉丝来那哪个辛苦可能，明天寄信哦，是寄信你们才知道，真的没问题，明天抽。等一下，我刚刚收到比较重要的那个广告，不是广告，视讯。等我一下下，好 ，OK。这次是黑箱作业的，对，明天明晚加油，希望你们都抽到。谢谢送我玫瑰。坤坤，谢谢你，然后谢谢 Happy Love 送我这个贴纸，喝茶吧。广告，明天晚上有没有收到 mail 就知道咯，收到比较重要的广告，不过今天要买到6月的票，对，还是很想参加你们9月的第一场演唱会。业务联络，对对，业务联络不是广告，我讲错了啦。没收到，礼拜三要换 Luca。当垃圾桶了，好好好，我当垃圾桶，你们都抱怨吧，或是我可以自己当自己跳的地方。错了，很怕到时候临时有事哦。学生好像比较这个苦恼，喝个茶。哦，谢谢送我告白气球，我好开心哦。今天最开心的就是收到告白气球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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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你哥送我这个，这个是什么？哎，柠檬柠檬，希望能抽到，好不容易把班都排掉哦，那我也很希望你抽到。很怕有事，但是还是希望抽到，一定会抽到，没中也会后补通知。原来 Nintendo 有找你拍广告吗？没有哎、欸，我是任天堂担当耶， yeah! 而且学校有事情都是很临时哦，这个真的。我们工作也是、都是很临时的。玉人，谢谢上我嗨一。那你今天有多很多辛你？那你今天是有多辛苦？我有之前苹果的，没中就去场外见送。麻友说他在节目失常，你说格格那个吗？啊，苹果是哦，我知道苹果那个照片哦，我有看到了，上面可以看。我想一下哦。他失常什么啊？我觉得他表现很好啊，他跳得那么厉害。不过如果真的不能去，还是默默帮卢卡应援，多给其他人机会。哦，好贴心哦！有多一点观众是好事。对，没错，这是真的。加入特谢谢上我 love， 那么多。麻友说赛车游戏他练习都是第一名。哦，真的哦。马里奥赛车吧，卡隆の担当じゃないの。君はカロンが好きだから。没有啊，那是他们选的啊。
我们是第二个嘛，所以就是直接接下来的。Daisy 是四牙前，一开始玩 Daisy 是四牙前辈，然后我后来就拿他的那个遥控器，然后就继续玩。只要不去开心箱，就会有中跟不中两种状态同时存在咯。谢谢大明的章鱼烧。嗯，你是不是吃了？瑞凯有想拍哪一类的广告？零食、化妆品？我比较想拍吃的。果然，瑞凯是实战很强的类型。没有啊，没有。他说练习是那个练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一起玩啊。我是真的前面什么都没有练习哦，然后拿到遥控器就呜，就是靠我之前玩 DS 嘛，然后靠那时候的感觉，反正几率是二分之一。瑞卡平时是不是饿过头？没有啊，大家都想拍吃的，没有他说只给瑞卡吃，我只是这样。代言金沙不错哦，金沙我想代言，哥哥都被节目养胖了。那个某某前辈跟思源前。诶，思源前辈吗？他们两个就是，他们两个出现的那一场，好像他们好像吃了很多。有一天章鱼烧一定只给露卡吃。好，等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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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梦辰那集就是去吃东西的、啊。好像是诶、欸、蛮好笑的，可是他们吃的感觉好好好好吃，很羡慕。我想一下哥哥那时候，哥哥哥哥哥哥，有有有有有。话说你们都有看影片吗？我那时候唯一紧张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其他成员感觉都没有很紧张。先去回学校信箱，礼拜三见。哦，好，礼拜三见。瑞卡目前最接近新贵派的代言，哎、欸，新贵派也不错哎、欸，新贵派很好吃。哦，谢谢送我的哆瑞咪发嗦的哆。谢谢前辈什么梗给你，借的还不错啊！哎，真的吗？那就好。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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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谢谢林果送我这个，好开心哦！谢谢送我，哎呦，肚子好饿哦！不行啦，没吃饭真的没有精神。急にウィンクしてた，真的吗？瑞卡应该多去上哥哥的美食节目，我也很想。希望下次他们还会叫我当他的小扳手，您感觉超好。对呀、啊，他们都吃很好，很羡慕哎。虽然我的食量没有很多，但还是有点羡慕。一首 ，How do I stay like that？ 对呀、啊，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不紧张，其实大家都一样紧张。哎，是吗？我最紧张的应该是，就是一开始被访问的时候，就是拍节目前呢、啊，就是电视台应该是说新闻的，就是问我一些问题，那时候最紧张。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就该叫你了吧？哦，对，希望我被叫，跟麻油前辈一样，脸颊很软，是吗？我没有摸过其他人的。
继续播音乐吧。啊，谢谢送我 kiss 啾啾，谢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超多 kiss 啾啾，陈奈瑟，谢谢你。是啊，因为你只专注于摸腿，没有，我还没摸过，真的，我没有摸过，我都没有摸过哦。我比他怎么怎么个好听的卢卡酱，对呀、啊。那卢卡现在的 TP 大腿排名有更新吗？没有，我都没有摸过。我只是我想可以，我想摸摸看，可是我没有摸，真的没有。哎，我要唱歌，我要唱开心一点的歌。你要唱什么歌呢？眼神死不是说好了握手会前你先去摸全员大腿我再去握卢卡的吗？欸，我也很想，可是不行啦，好可怕。我要跟美音都没在跟成员客气哦，因为他们是前辈呀。哈西的便宜啊，哈西的便宜我不会唱。虽然我很喜欢那首歌，谢谢送我和服，但是要摸过才能好好排名呢。对，我唱吉卜力的歌。卢卡莫最觉得自己的大腿第几名？我的大腿吗？你说细度还是软度？一塞一咕噜啊！谢谢送我金币。さまやいて、不思議に夢を叶えてくれた。優しい気持ちで。目覚めた朝は大人になっても奇跡は起こるよカーテンを開いて静かな木漏れ日の優しさに包まれたならきっと身につすべてのことは伝説にルカは何フェチ？何フェチ？我喜欢人的声音。声フェチかな？也不是越细越好，也那我不知道我排名。吃好了，会不会太低？嘿，歌えできないなら今度の投票結果を心配になろう。没关系，我们被选到，我一定会选，不是，我一定会好好选啊！谢谢送我蓝色月饭，谢谢送我医用口罩，太低了吧，太后面是吗？谢谢送我撒野猫咪。優しさに包まれたならきっと身に移る全てのことはメッセージカーテンを開いて静かな木漏れ日の優しさに包まれたならきっと
你走，すべてのことはメッセージ。继续唱歌。末日的宅急便，没错，宅急便可能。目测就先把你排前十了吧，虽然看过的不多。真的吗？那我要开心了。开心。可是我身高没有很高。所以长度的话可能就真的比较后面一点。琪琪不是，是不是该登场？哦对，破茧这时候不登场。那个。娃娃现在被碰巧拿走，身高不高才好玩，真的吗？可是等这样大腿排你就可能后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哒，瑞卡比例很好哦，谢谢 Bingo， 开心，嬉しいな，开心。不会啦，比例比较重要。好，那我要看。我也觉得比例蛮重要的。嗯哼。那个都，你们有想听的歌吗？希望我可以唱。高跟鞋自动加十公分哦， oh， 对，我好久没有穿高跟鞋，所以我到时候很紧张，我怕我又跌倒。你在台湾多久呢？十几年了，蛮久的耶。好像是，等一下，18年了吧？应该是。確かに自己久しぶりに見えなかった。没有，他一开始有进场啊，你可能没有看到。跳舞时要多小心，好啊，我会小心。已经是台湾人的基本，对。我是台湾人。Minicon 的鞋子好像容易翻船，要小心。真的，我上次唱《好想见你》的时候已经翻船了。练习没穿高跟鞋练吗？练习很少穿高跟鞋，都是穿鞋子。可是我上次去公司，我应该会好好的穿高跟鞋跳舞。哪个语言吗？是，你是日本人吗？翻船一次脚会很痛。对呀，イカちゃんやっほー。あ、こんにちは。今日は元気ないよ、あんまり私。那你还跳那么高？哦，没有，那时候是应该是。有换好鞋子之后吧。刚刚露卡说台语的语调让我快受不了，真的吗？我讲的好吗？偶尔穿高跟鞋练一下，好软呐、啊。露卡讲，我今年18岁です。我是ですけど。对啊，我今年18岁。パッツンやん。私ずっとパッツンよ。髪型失敗したから元気ないの？違うの。喧嘩したの。うん。ありがとう、コイン。谢谢送我好多硬币。谢谢送我医用口罩。今歌おうかな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ね。ハンバーグに耳うそい。うそい太可愛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あの水木でいいや。じゃあ僕もルカちゃんの時にやだ、もっともっと落ち込んじゃう。おい何見とんねんこらじゃないよ、やめて。やめて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ないで、もっと元気なくなっちゃう。晩ご飯食べてないの私。悲しい。空を押し上げて。
手を伸ばす君5月のことどうか来てほしい水際まで来てほしいつぼみをあげよう庭の花見すき薄め瑠伽ちゃん、こんばんは。四大天王刘德华，晚安。你直播有很多日本人？哎，没有，只有那个零零保护队而已。なんでこんな悲しい曲歌うの？調べたらこれ選んでた。変えよ。以后还是要准时吃东西。没有，我今天跟妈妈吵架，然后她没有帮我做晚餐。瑠伽ちゃんの喧嘩が100年続きますよね。やめて。唱得很有味道呢。この曲歌うならもっと悲しいなっちゃうけど、全然元気ないし。又唱。没错。所以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一直狂吃甜点。我要唱歌。子供たちが空に向かい。鳥や雲や夢までも掴もうとしている。待って、この曲歌えない。狂吃猛吃瑠伽ちゃん，以后瑠伽房间是不是要准备很多泡面跟零食备用？嗯，对，我等一下，我现在只有零食啊，剩一颗巧克力了。晚上没饭吃，你也是吗？お母さんも大変なんだから、あの、はあ、めだ。今は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コメント読む気にならない。ごめんね。マジで今ね、本当に本当に嫌なの。オーヤンフェイフェイのラブイズオーバー。ああ、どういう曲だっけ？どういう曲だっけ？どういう曲だっけ？最初覚えてないわ。谢谢送我 kiss you too， 陈奈森，ありがとう。今天还是巧克力，对呀、啊。哦，怎么都是难过的歌？悲しいけれど終わりにしよう。キリがないから。谢谢送爱的抱抱。Love is over。わけなどないよ。ただ一つだけ。あなたのため。Love is over。若い過ちと笑って言える時が来るから。 Love is over。 泣くの男だろう。私のことは早く忘れて。私はあんたを忘れはしない。誰に抱かれても忘れはしない。きっと最後の恋だと思う。
さえまみ海空あたしはあんたのお守りでいいそっと心に海空最後に一つ自分を騙しちゃいけないよ不要哭，对不起。不要哭，我要坚强。眠りたいなね。ルカ不要哭，没事。哎呦，谢谢送我好多荧光棒，谢谢送我超多的。时间差不多了，ルカ该去吃饭，真的。谢谢送我超多的。ちなみに何のことで喧嘩したの言っていいこと、うん、あんまり言いたくないことかな。あんまり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の。はあ、谢谢送我人气选票。又该可以去准备泡面，要表演应该要开心。对啊，我要开心。吃饭时间也快到了，ルカ快去吃饭。嗯。应该是太饿，可以加个蛋比较营养，吃得饱饱睡一觉就没事。超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だったら面白いのにね。超どうでもよくないことなんすよ。もうやだな。今天刚要玩头发这么好看，笑笑的更好看。好。好的，頑張ります。加油，加油，请你加油，加油，尽力而为。没事啦，好，谢谢强奈森，ありがとう。要乖。吃饱饱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对。啊，ありがとう。谢谢送我喝茶。じゃあ最後にね。本当に。やだな、もうありがとう。いただきます。お水。这样看有没有看起来比较开心？会陪着你的哦，令我好贴心哦。贴心。吃饱饱睡一觉，明天要多一公斤。哎，这个好像不太好。没有，我在想，我等一下关播之后怎么跟他面对。好烦呢。有，看起来很棒，对不对？お母さん、結局ルカちゃんのために考えてるか謝ったら？違うの、あの人がバカなの。バカとか言いたくないけど。プンプン。髪をパーマなのに今日は元気ないルカちゃんですね。そうなの、せっかくさ、せっかくパーマかけたのにお金払って、もうなんで、なんで花た钱、もう頭发变直的应该要更开心。可是为什么？讨厌。じゃあ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じゃん。でも晩ご飯抜きっすよ。没有晚餐啊。也能先不讲吧。你跳我给妈妈看。跳什么舞啊？会いたかった。不要会いたかった。跳什么歌比较好？你们觉得？一定是命中注定。碰奖陪我，对啊，等一下我要抱一抱碰奖。ちゃんと大切にしないと、嗯，そうですね。私はでも大切にされてねえなって思うよ。ルカだから去買一点吃的。会呀、啊。因为只剩一包了嘛。只剩一包了。ポン好きに習ってすればいい。あいつはいつも元気。哪有ポンちゃん被骂之后会。他会很不开心。买个冬瓜茶心情不好可以喝。那就买冬瓜茶。
买个妈妈喜欢吃的给她吃。如果等一下去买吃孝敬妈妈。被骂会装乖吗？我才不会。マルコス元気出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然后把话说开。嗯，也是每次都这样，帮他当翻译就真的每次都心情不好，因为他觉得我翻的不好，而且，可是我觉得是他一直都不讲重点呢。然后他叫我翻译的时候态度也很差。嗯，卢卡，你要记得，有时候道歉或是主动是好，不代表是自己的错。我跟朋友吵架都会主动道歉。算了，私はルカちゃんに責められたら私も不愉快になるけど、是吗？干嘛啦？不要这样好不好？What's wrong? No, no, no. そんなことで揉めてんのかよ。そんなことちゃうよ。そんなこと違うんすよ。嫌じゃん、みんなの前で怒鳴られたら。誰だって。灿烂不休息。这是对你妈妈的爱的休息。喜欢在一个人的心情。我也都是其实跟家人吵架一下，一下就没事了。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吧。让他知道，也请他把自己的想法跟你说。家里情况我也不太乱给你建议，希望能你跟妈妈快点和好。对，这是真的，每个人家庭情况真的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你们就是帮我讲这样，我蛮开心的。我觉得黑哥是一整个人，挺高兴的那一种。そっか。でもいつか爆発しない？大丈夫？やっぱりポンスケに習ってこその正解。干嘛啦？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没有关系，他什么都不会。我家里就是不用查，因为我妈永远是赢家。好，那我要讲。啊，自分が損しなければ何でもいい主義。損しちゃったらじゃ。真的家务是我们外人也不好给你建议是的，家族大切にしてください。好，谢谢你们。相手が相手の通りにやりたいならどうぞって感じ。今天的念一下十八名啊。哦，好啊。哎，不行，我现在这么不开心，不是不开心的，没有什么精神。其实是因为应该是没有吃晚餐的关系，我最后要嗨一点，所以我不要坐椅子。然后呢，我从十八名念好了。今天的第十八名是吴奇慧小慧，谢谢。今天的第七名是玉安。今天的第十六名是变成谢谢柠檬，第十五名是玉人，第十四名是佐藤和真，第十三名是甲骨文，第十二名是命，第十一名是宇智伟，谢谢。然后，等一下，好怪哦，リコーダーでドラムロール？ドラムロールってどうやんの？今天的第十名，强奈さん，谢谢。ルカちゃん久しぶり。哎，宏伟晚安。刚好看到我比较有精神的时候。じゃあランキング発表の感じってことでいいよ。サンシャイン池崎のフォンドーム。あ、フォンク。あ、好像不错哦。今天的第九名。
人にやるやつだよね。不行，我第九名就这么嗨。リクアマのやつ知らん？今天的第八名。等一下，池崎不能再做了，因为你们说太可怕。不行，今天的第八名，第八名是玉超，谢谢。是不是饿过头了？对，有点夸张，对不对？不能太夸张。哎呀，哦，念完排名就真的没力了吧？应该哦。可能是哦。卢卡在大发疯了，没错。研究证明过头会是很发疯。啊，今天我那个睡到你要多么高兴的等没有的卢卡，等等只能睡觉，不行，我等等要吃饭。今天的第七名，第七名是。Happy Love，Happy Love， 谢谢，谢谢卢卡，真的快去吃点东西，早点睡觉，早点喝好。好，今天的第五名，哎，不是，今天的第六名，嘟嘟嘟嘟嘟嘟嘟，第六名是八尾，谢谢。今天的第五名。这是什么声音啊？今天的第五名是四天，哎，不是四大天王刘德华，谢谢。你是不是改名了？还是一直都是这个名字？好，没关系。今天的第四名是尼哥，谢谢尼哥。如果讲那个睡觉的我做的你过来的表演，今天的第三名是保护队，感谢阿里嘎多。今天的第二名是德全，谢谢德全。今天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就是你 ，Bingo， 谢谢，我好开心，好开心，Bingo。リン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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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わいいリン、なんだっけ、ひとりごとルカ辛苦了、快去吃东西。ルカ晚安、快去找东西吃。好、那大家今天辛苦了。谢谢陪我听我的抱怨。也很奇怪，不算是抱怨。谢谢听我，谢谢当我的热色桶。所以我下次我要当你们的垃圾桶。一比基里，快去吃泡面加蛋，会的。晚安晚安，辛苦 ，Boss 给我拜拜。做零工的大，辛苦了，吃小东西也可以。お疲れ Boss 给，いつも応援するよ。哎，为什么鼓励碰奖？不，你应该要鼓励我啊。Luca 辛苦了，早点吃饭跟休息，好。谢谢，你知道我是谁，所以你是不是改名了？想说，嗯，我是不希望向你抱怨，哈，没关系啊，可以，因为我今天你们都当我的垃圾桶，所以我要当，我之后我一定会当你们的垃圾桶。嗯嗯嗯嗯，啊啊啊てか今日ルカちゃんの服、病院の患者の服、え、なんで？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ん。只会发现ルカ怎么这么可爱，太方便。え、一人谢谢你，开心。好，那我今天到这里咯，大家晚安咯，辛苦了辛苦了，来给你们看我的新头发。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拜拜，ありがとう。またね。おやすみ。ではさらさら。